你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居然能看见我？我当然能看见你了，你这么大一个大活人。活人？我可没说过我是活人啊。在这家民宿住了成千上万个旅客，没有谁能看见我，但是你可以，说明我们很有缘分啊。不对啊，现在不是白天吗？对啊，那鬼应该是夜晚才会出现的。你以前见过其他鬼吗？你怎么知道鬼只在夜晚出现？那我倒没有见过。自以为是的人类。哎呀，别闹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吗？我在找我爸爸。你爸爸不会也是鬼吧？你爸爸才是鬼呢。反正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爸爸到底是人还是鬼。不然你做我爸爸吧。这个好像不合适吧。嗯，一天就一天也行。你需要我做什么呢？带我出去玩。你可以离开这里。当然可以啊。叔叔快来啊。怎么了？我走不过去了。我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一块。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？我们去买鲷鱼烧吧。鲷鱼烧？哪里有卖啊？嗯，我找找。哎，找到了，就在那边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既然真的有，眼力不错。那是当然了，我可是前后2000万大眼睛，看这点小东西当然是小 case 了。果然很厉害啊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来吧。我不能吃。那你为什么要买啊？因为我爸爸以前常买给我吃。那我替你吃吧。嗯，好。